机，是我的煎豆豆糖果机。我的煎豆豆糖果机啊，它可以打开关，然后呢再开灯，音乐慢速开。哎，我的怎么没有声音啊？嘿嘿。因为你都没放电池啊。姐姐可以让我玩一下你的吗？不行，是我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宝贝宝贝，你怎么哭了呀？啊，姐姐有声音，你的没有声音。你没有球球啊？你里边是不是没放电池啊？我看看，我看是不是没有声音。哎呦天，真的没有电池，没有电池当然没有声音了，那怎么办呀？哎，妈妈想一个办法，妈妈呀，给你变几节电池放在里面，好不好？你看妈妈这里啊，有一个网子，我把这个网子给它扣上。我试一下吧，我试点魔法，我变变变，来宝贝打开看看有没有电池啊。空的。啊，真的被姐姐说中了，怎么是空的呀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来，我把它扣掉，我再来变一次，我变变变变，来打开宝贝看看。没有。看看里面。哇，真的有三节电池，给它安装上好不好？哎，妈妈给你安装上，拿好了，安装上就能玩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扣上盖子，再看看能不能玩了。怎么还是不能玩啊？我来检查一下。哎，我看看行了吗？哎，好了，开始了。我也你这个也能玩，两个人一起玩吧。哇，看看谁接的最多。哇，妹妹这个还有闪光灯呢。哇，小球球上去了，是不是？